好饿，吃饱了。哦，我们在办事时换一件衣服，换一件衣服。好。可以穿学生的衣，练习穿学生的衣服。好啊。爸爸可以帮我去穿学生的衣服吗？好啊，那你之后要自己练习吗？嗯。那你要，你要到镜头前面。镜头在哪里？镜头很低耶、欸。哎呦！哎呦！镜头在哪里？你好笑。好，来。这个是谁的？小修哥。好了，穿好了。什么颜色的？什么？绿色哈。嗯。七点半要吃什么早餐？你讲给爸爸听啊。没有看见口就不会怎么样。没有看见口会怎么样？就不饿怕。搞一餐菜，干，先干，爸爸干，阿公。嗯。那是高丽菜菜还是花椰菜菜？花椰菜菜。哇，好。你刚才讲太快了。哎、欸，然后呢？吃完早餐呢？要刷牙。啊。这个是什么？是什么？牙膏。牙膏。爸爸外面有，店里有做衣服。对呀、啊。好饿，这个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书包、啊。这个要扶它就不会怎么样。嗯，怎么样？小小穿什么衣服？穿什么衣服？出去的，好。哎、欸，好吵、哦。哎、欸，看不到你。你放屁啊！你放屁很臭哎、欸。有开水龙头吗？嗯、有啊。你现在回家会洗手吗？会。会啊。嗯、洗手七字诀是什么？那我找公仔用啊！你怎么没有讲就盖起来了？要洗澡。好，洗澡。洗澡要喝什么？要好。这个是小鸭鸭可以咬什么？可以咬什么？发出声音。哇，好。洗完澡。小小要穿哪一个衣服？哪一个？睡的。好，那是什么？睡衣呀，哈。爸爸可以帮我穿小的衣服吗？好啊。等一下，先放在这里。先放在这里。爸爸去狗叫。对呀、啊。你在床上干嘛？跳跳吗？你看镜头看得到吗？要趴下来才看得到。好。爸爸，爸。谁的爸爸？叔叔。好。哇，晚安。晚安。拜拜。爸爸在干嘛？跟大家说拜拜啊！跟大家说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我等下要讲爸爸听。好。